天气终于从不能忍受的高温，转入了正常热的阶段。虽然已经快9月中旬，但每天依然烈日高照，晚上不开空调无法睡觉。但好在天高云淡，开始有微风，有阴凉了。于是我们也能出来清净花园了。你说，知道怎么弄才好，这东西还得琢磨。 这些小鸟趁着宋父来不在，胆子也大了，也喜欢到院子里来溜溜弯儿。当然，我下厨房这件事也可以顺利进行了。老公说，这种可以和院子亲密接触的天气就不能浪费了。 今天的晚餐一定要在久违的院子里进行。虽然经过了一个暴烈的夏天，院子里的各色花基本都休息了，只剩几朵零星的三角梅和满眼有点杂乱的绿色。 夜晚的蛐蛐儿还偶尔鸣叫的，但不曾想，这美好的可以推杯换盏的夜色，被宋父来又带回来的一只小客人彻底扰乱了。哎呀，你别往我这儿来啊！你怎么往我这儿来？怎么跑了？哎，你别来！哎呀妈呀！啊，我。 你上去了，别进去了，就在这玩嘛。咋了吗？看我大显身手。 可以啊，现在小心脏练的，你别拿我扫把去碰啊！那我用啥啊？我用手啊！我爸不就直接拿袋子给他那样子一捂一抓吗？那叫你爸来吧，我这事儿我干不了。快点，还又去弄了。死了吧？哦，我还活着，走吧。那你也得扔啊！哎呀，我让，别动了啊！ 怎么了？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了？耗子咬你了！啊！快叫爸来！快！怎么了嘛？你告诉我怎么了？他装死！啊！我给扫过去，他跑，烦死了！你看，他没死。 没死，你也拿袋子给他一罩就行了。我跟你说了吗？你要住花园，你得锻炼呀。你死没死啊？啊啊！他没死啊！哎，烦死了！那你去叫吧。我跟你说，你再不死，我待会儿到老头上来弄死你啊！我跟你说，那个疼了。 你要拿撮子扫啊！你一扫，它就得。不！他跑，他在跑。所以你得拿塑料袋给罩上。你拿撮子，它不就一搓就跑了吗？你扫撮子里，它也会跑的。弄死它！快，弄死它！来，别踢我，弄死它！
去。鹏鹏，我怕你啊，我怕你啊。哎呀，别玩了，你赶紧的。我告诉你吧，我根本就不怕你。我，快快快，拴起来！哎呀，总算没有求助我吧。怕你！哎，你去拿给我爸处理，知道吧？你拿给他去。就这么轻松？我跟你说，反正全程给你记录了。打老鼠，我最行。我和宋福来最行。